爱女团 BB 记，时隔半年，日前终于推出第三张迷你专辑，回归歌坛。这次新专辑全面展现成熟又性感的魅力，干练女强人的风格，让粉丝眼睛为之一亮。今日 BB 记登上音乐节目打歌，而明明应该配合新歌大走帅气强势风格，但硬核却散发出一股可爱又呆萌的气息。只见从各个 ending 来看，可以发现性飞和颜值都非常符合高冷主题，只有迎合自己在可爱，完全与其他成员氛围不同，让粉丝们纷纷笑翻，直呼严重怀疑没人跟他说这次的风格是什么，像是走错棚的小姐姐一样。 MBTI 是 cute 的丁恩飞果然性感不起来，粉丝们真的都被迎合给萌翻啦。